2018年是 BMW 2系列 Active Tour 智能科技与风格配备再升级，范德公司提供。记者方维多台北报道。自2014年9月在台湾上市以来， BMW 2系列 Active Tour 以宽敞灵活的空间与操控乐趣获得市场广大回响，截至今年8月底为止，全球已创下超过23万辆的销售佳绩，台湾市场也同样缴出销售超过4600辆的傲人成绩。更加稳固 BMW 与豪华小型车集聚的领导地位。2018年是 BMW 218 i Active Tour、 BMW 218 d Active Tour 与 BMW 220 i Active Tour 全面升级标准配备电动尾门启闭系统，不仅大幅提升用车便利性，搭配 BMW 218 i Active Tour、 BMW 218D Active Tour 升级配备的黑色高光泽饰板，与 BMW 220 i Active Tour 升级配备的铝织刷纹饰板。2018年是 BMW 218 i Active Tour、 BMW 218 d Active Tour 与 BMW 220 i Active Tour 全面升级标准配备电动尾门启闭系统，范德公司提供。同时全车系也升级提供 BMW 领先车坛的 BMW Connected App 智能远端遥控及线上生活资讯，借由 BMW Connected App 手机应用程式可轻松掌握车辆状况，不论是上锁、解锁、油量显示，甚至设定空调送风功能预先开启，都能在弹指间完成。即日起至10月底前入主2018年是 BMW 2系列 Active Tour 即可享有40期零利率分期优惠，指定车型更可获赠一年以示全险。